信的。不是吗？是。哎呀，这个现在演唱会为止第一只带俾大家嘅新歌，咁啊，亦都系我啱出嗰张唱片《Fire and Cancer》嘅一首主题歌啦。好啦，喺呢时候咧，我就做一啲突破性啲嘅嘢，因为我啲朋友咧就，你觉唔觉得我做得演唱会多数好少讲嘢，因为我真系净系出粗口。咁不过今次系我最后一个演唱会，我觉得需要向所有嘅观众交代。咁但係呢，我曾經試過一兩晚呢，就你成個舌頭打曬交叉，咁所以我知道我自己呢，即係除咗跳舞嗰之外呢，講嘢嘅技巧呢就係，咁所以呢，我就將我自己嘅一啲心意全部呢就寫咗落嚟，咁然後呢花大家少少嘅時間，因為我諗我有心人，所以我覺得如果我要走嘅話，咁希望大家聽下今次演唱會。所有講嘢嘅位置都係我自己諗，因為我覺得如果俾人哋安排，我點樣多謝啊、感激啊，我覺得如果唔係出自真心嘅話，嗰啲根本唔係真心嘅説話。所以啊，今次大家喺呢個演唱會全部講嘅真心話，但係而家好少啫嘛，十幾張紙。而家真係嚴肅嘅。十三年前將有機會入咗娛樂圈，第一句已經好老土。應該話十三年前，我係專登入咗。而一個細個時候，黃周雲喺當時話可以話咩都唔識嘅，又比上嚟而家啲新秀咧就出嚟咧就有曾經做過幾次好應棍，但係咧嚇到自己唔敢再做落。始終係難講咗。好真心開頭嗰幾年，因為雖然嗰陣時我成年有個時候咧，做唱歌嗰時候冇雞仔聲，但大子嘅歌聲錯，譬如在座嘅羅文啦、關仲賢啦、阿靚啦，都係我學習嘅對象。我嘅路途咧就比較多起伏，但係始終都係找。只要近開始接受，我亦都好開心。我特登請佢嚟到我耳仔，我想多謝佢同埋一下兒。我見你又一路照顧到，我都要睇好埋頭。不過你見到我係一個巨星咁樣安待，呢個決策，呢就係一時間嘅爭議。可以過翻一啲知足常樂嘅日子，我仍然會努力咁樣工作啲自己喜歡做嘅嘢，譬如話讀電影啊，翻家幾年時，如果開始嘅話，應該係我想做嘅。今次我決定同任何人都冇關聯，都係想。我所付出，我覺得問心無愧。我珍惜今晚嘅一刻，亦珍惜在座每一位朋友對我付出嘅一切。你哋嚟送我，我好滿足，多謝。